朱一龙不是那种突然窜红的流量小生，他就是实力派演员，一直在娱乐圈摸爬滚打。刚出道的时候，很多人说他长得一般，没什么特点。确实，前面看过他的几部剧都没有记住他。还有很多网友吐槽，现在朱一龙越来越红了，很多人终于 get 到了他的颜，都说一眼不收，两眼沦陷，以为是个青铜，没想到是个王者，越看越沦陷。朱一龙长了一张偶像派的脸，不管是他脸的轮廓，还是眼神和睫毛的诱惑力，都是流量该有的颜。但是早年影视作品里他是比较低调的，只能说发型师蒙蔽了我们的双眼，让我们到现在才发现你。朱一龙的颜值是360度无死角，任何时候都能接受考验，越看越好看。至于暖男行为，这个自然不必多说，因为每一个和他合作过的人都能感受到来自他的善良和温暖，这也是大家喜欢朱一龙的原因。至今为止，朱一龙在娱乐圈也算是占有了一席之地，早年出道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火，经过这么多年辛苦拼搏，终于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，自己的事业更是蒸蒸日上。现在朱一龙的每一部作品，小编都是很期待的。舔屏。